这款中凯心动 C520 T 型房车真的太火爆了，无论是外观尺寸还是内饰布局都得到了很多车友的信赖。高度只有2.7米的 C 型房车确实不多见，福特 V362 高配底盘， 2.0T 的柴油发动机和 9AT 自动挡变速箱，就算是我一个人出去玩都能轻松驾驭。这款车的颜值也是无敌的存在， LED 鹰眼式大灯，途锐欧商务镀铬前脸，四个铝合金轮毂配上白色车身拉花，颜值拿捏了。上方还有大天窗，这下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的风景都不会错过了。 L 型的沙发搭配升降桌，吃饭娱乐睡觉都没问题，旁边还有侧推窗，渴了饿了直接打开对面150升的冰箱，想吃什么做什么。厨房就厉害了，一体式的燃气灶，想吃什么都可以安排上。后置的独立卫生间是航空吸塑一体成型的，防潮易清洗，堵车或者是野外游玩的时候你就明白这有多实用了。旁边一个上下子母床，上面睡一人，下面睡两人，上下都做了外推窗，还有小夜灯，带 USB 插孔，看书看手机都很方便。整车是原厂双发电机，有10度电，顶部还有400瓦的太阳能，3000瓦的逆变器，90升的清水，50升的回水，喜欢吗？想要详细配置赶紧评论区找我吧。